还是留了手。原籍的宠物带到的是神宠，那神宠跟小黑的区别其实就在于起步。起步因为原籍之星有三个侧身的起步的跑法，所以说前期触发神宠的被动是比较的容易的，其实可以说以神宠的概率来说是100%触发，就是这三次之内一定会怎么都会触发一次，哪怕三次没触发他双压塔是也能触发那也就100%。那现在来看一下起步，好，一个有了双侧一个，哎呦，他直接上墙了，对，稍微拖一下就难受。那目前的话是国魂的蜜在进行这个领跑，神宠这都救不了了，有点意想不到。刚开始的话，但六儿开到的是竹心啊，对，所以说现在南博是一个双后追嘛，对，还得看后续。哎，这直线就是要超你，没办法，但是因为跑法的不一样，但是没用。是，那目前的话还是逆在进行领跑，而且已经领跑到有点到了一定的安全距离了。现在就是众跟密，六耳跟九这两个梯队之间离的距离是一样的，但是众有失误的情况下，这个距离其实是不可或缺距离。对，但在车队赛来说啊，我觉得前面这个压车点要注意一点。哎、WCW 还行，可以过。我觉得甚至他都不需要压车，他直接踩加速带飞上来其实也行。因为从排名来看的话，他们这一分是能拿的，很稳。对，没错，因为现在能看到就是大博的重这个差距还有1.5秒的时间差。是的，而且六耳跟九之间啊，其实离得也不远，他俩应该是同秒，或者说可能差一分。所以弯道也没有什么问题，直接出现了。这边跳了一秒，但是六耳跟九是同分，没跳吗？没跳，一会儿看一下。六耳刚好跳。哦，六耳是在刚跳的边缘，是跳了的，嗯，对，但看第一名就够了嘛，对，因为第一名差了两分的情况下，那这第一分就是国魂先拿到了。来看一下这个回放，刚开始的话很伤啊，中。开局的时候竟顾着数神宠触发的次数，结果没想到发现触发了一次啊，然后紧接着在双杀弹射这个点，刚想看触没触发的时候，发现车没了。是的，能看到。话中有很努力的想要去后追，当然蜜也在很努力的想要跑，想要不让你追。是的，但是没关系，对于六耳来讲，他那辆还在。是的，后边打个北海什么的，其实相对来讲都还是可以用。作为我觉得可以说是刚退役下来的职业选手，我觉得这种局面对于他来说不是问题。是的，但是即使是职业选手啊。他在职业赛场上也没打过这种赛制，是吧？是，那个是二 v 打七局，这个是二 v 打抢七，所以说就也不能够完全信任后边的得分能力。六七算是抢四，对，抢四。啊，对，抢四。来看一下，刚刚的话，六耳跟九是没有跳的，六耳是刚好跳的，就两个人同分。小时时间看一下，七二，然后七三，这只能说六耳确实是沾点倒霉的，但其实跳不跳舞也无所谓了。对，起步的情况，其实重的神宠是先触发的，而密的神宠是在他已经开完 ECU 之后，在上坡的时候卡气的时候才触发。嗯。按这种逻辑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重有优势的。就最简单来判断的话，就是因为两个人是相同的赛车，哎，但是在双杀弹射点的时候是重车身靠前，太贴了，他没有甩的角度，哎，对，同时又有其他三辆车在顶着他，说明起步能出来，但出来之后的路线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没错，所以那一下还是很伤的。那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单薄选图。对，淡薄选图，淡薄选图的话，可能选择什么样的图？会上到空港吗？刚才反正咱们是这么唠的，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但现在手里边就是有机甲的情况下，其实直接把这机甲打出来也是一样的，因为毕竟是选图全加机甲。换个角度来讲，空港这一张图它不吃车，对。也不能说不吃车，他吃，
他吃科尼赛格，但是科尼赛格大多数都会选出来，除非就是你还想在后边继续打莫高窟。那我觉得用序列位来就好了嘛。对，而且我觉得那张图应该不在目前博魂的一个选择范围之内。对，因为打蓝图这件事情现在来看是淡薄的事儿。嗯，其实这两天下来看下来没有人打。哎，对，就没有人打。在混战里边是这样的，混战里边是属于什么呢？选图的人都属于上局没赢的。嗯，哎，看是看到现在这边淡博士选到了新天鹅堡的，打一个同车都拿了奔雷圣位，这很联赛啊，确实有点。天鹅堡、海滨这一种，而这一张图因为现在有了神宠嘛，哎，在起步其实要更看被动，更看自己本身奔雷圣位的被动。如果说不触发被动，双侧不触发被动的情况下，第一个弯其实被顶着很难挤满的。对，看一下起步怎么样吧。看一下起步，双侧的话还是博魂的蜜会先冲出来。都没有触发被动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卡位，所以气全满了。是，这也算是另一个极端。这种盛世很难见到。看一下 ECU 放下来之后，中跟六儿两个人抢在 B 前边，细节啊，六儿，对，差距都不是很大，但是这边过弯的话还是，哎，前辈告诉你了，冰神前辈告诉你，细节要再稳一点呀，没错，对不对？这在提醒你。看看接下来六儿的细节怎么样啊？哎，他的路线选择以及细节其实真的会比其他三名选手明显的好，还提，不要再说了。我圆不回来了，哥，对不起，不要再说了，很给面子啊，六哥。而且能看到就是目前为止的话差距都不是很大，都有在来回交替，但是目前还是蜜在进行一个领跑。哇，但是蜜的这个抓机会能力很强啊。没错，你一 q 换下来之后，九这边是点的有点慢，做到第四名了。哎，你看六的路线真的就是对，开始有点极致了。哎，但是刚说完还是稍微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直接来到了第四，这场面有点失控。没错，依然是哇，我们先把这局看完啊。蜜最后这二连动飘，如果不出现失误的话，其实中后边是没什么机会的，是的，没有机会，后面拉个境界都可以。看一下，但后面九因为距离比较远啊，不一定能赢啊这一局。对，这局得算分。九这五秒冲线应该是，虽然蜜冲线是第一名，但应该这个分也不够了。哎呦，好热啊！紧张了，怎么回事？有点紧张，还是状态上来了，有点头皮发麻。这一局，这一局特别的失控。是当时打职业的时候和 RWK 之间有什么故事吗？其实跟他们故事挺多的，但是不至于，大家都是君子。对六耳也不至于痛恨成这个样子，是吧？怎么回事？一说他的路线选择方面，其实你看就这一个快速点，一超三，对，对吧？这个细节确实是好，以这个点一超二，就是他在关键时刻确实能够把握住那个弹射的路线。他我感觉就是他已经把这种好的路线已经是当成肌肉记忆了。对，没错，就是所以说他这是天然的优势，但只是哎呦。但只是在不应该的地方犯了太多错了，这就是飞车的魅力嘛。嗯，有点题外话啊，其实这几天跟选手聊天，就感觉这些选手确实都挺喜欢你的。谁？就是其他的所有的公开赛的选手，挺喜欢你的。为什么？冰神就是很受欢迎，就是因为打过职业嘛，然后小伙长也挺精神的，成绩当时也不错。对，但是就是他们对于你张嘴不太欢迎。可能是因为他们其实私底下有跟我聊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把问题抛回给他了嘛。我知道你们下一个弯要怎么跑，对，细节该怎么做，是的，对吧？他们也说没毛病，是的确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就这么说出来之后，你们细节没做到那怪谁？对吧？是，这个也不能怪我，他们开玩笑你不能认真的，但是因为没办法嘛，就这种得认真一下。对，对待比赛就是冰神还是很认真的。对，但这样虽然说蜜在这一局能冲线啊，但是比赛
还是这比分是得输的？因为咱们毕竟是一个二 v 二嘛，对吧？得算一下两个人加一起的分数。对，还是得看这个团队，团队合作，队友之间的配合。其实这个赛制我觉得就是为了团队而生。是的，包括后面的 1v1 也好 ，PVP 也好，咱们这个毕竟啊叫全国公开赛其中的车队竞速赛道。是的，对吧？咱不是说亚洲杯或者更早一点的什么的赏金赛那一种。没错，就是团队作战了。哎，来看一下最后这个分数啊。蛋博是19分，然后博魂是17分，所以说这一局是由蛋博拿下。那怎么说呢？虽然说选出来这张图没有冲线，但是最后从成绩来看的话，蛋博还是能够接受的。没错，两名选手都能兜得住啊。那这样的话，对于博魂来说，选毒其实我觉得不太好选。打赛车吧，我觉得我建议就是直接打图，打自己准备的图，晚上加练以来准备今天比赛的图。想一下，对博魂来讲，之前如果真是让我觉得有印象的就是320。320，对，我记得好像是9的320跑的是很不错的。唤醒一下我的记忆，看一下前两天的混战当中，9对蜜来说啊，他的长城间隔，我有印象。好，哎，是正向的吗？旧梦码头是正向的，但旧梦码头已经搬掉了，没了。对，简单图吧，我觉得稳一点吧，我觉得。哦，旧木码头我记得九也选，而且选的应该是暗虚魔主。来看一下，没错，选到了雾山风吟。哦，而且博魂这边对上到了双机甲的。这个序列肯定是比战奥双生要好，肯定的，好不少。但是也不好说，还是得看选手的这个跑法，在不出错的情况下肯定是比战奥双生要好的。哎呦，很稳健花花。怎么说严明？但我就在想，这一手其实就是相当于想把两辆原机之星直接对掉。对啊，然后拼一个冲线，再加上去主打序列未来。主要就是密的这辆序列未来能稳分。对，哎呦，来看一下这边起步刚开始六我是稍微快一点，但是在那个过弯的时候是稍微出现了一点问题的。那这边又是让蜜在进行领跑了，他这是被硬生生给扛上去的。哎，这里还没延续上啊，就那 ECU 放出来之后，就也是顺利反超来到了二号位。但六尔现在排在第四名，没错。对，你如果说刚才九没延续上的话，他所以在这儿，但是六尔是为什么比他还慢？这令人有点担心啊。没错，现在的话蜜已经有点跑远了。而且六尔跟周两个人之间跟战奥双生打得不可开交。对，刚说完超过来了，要看前面蜜的蓄力未来。哎，前面有脱飘，但是六尔也脱了，而且这里的跑法不对啊，六尔的跑法不对啊。还好有机甲被动。对，我觉得今天状态好像不是很好，看一下这边氮气延续也是延续上了。对，又再过来看一下这里能不能够跟前面蜜稍微拉近一点，但是即使拉近的话现在想要超越太难了。没错，哇，这辆蓄力未来重现是我没想到的。对，咱们以为的是两个元气之星，对，他们两个到底谁能保一个冲线，然后同时蓄力未来能够赢另一个战友双生多少分？对，这是我们一开始设想的。但是这个局面就是让人有点意想不到啊！那这样的话，博魂拿下他们的第二分了。这一手蓄力未来选得好，而且是这样的，即使接下来你把蓄力未来打回来，你打个什么金花东梦这种图，
另一个上冰魄嘛，对，一节上冰魄。首先就是有冰魄可以在这张图上跟你掰掰手腕，是。其次就是这张图还让淡泊拿了一个战斗双生，就这样说这局打起来了，打的比如说3-3，在最后战斗双生也是有用的，因为机甲在前面全用过了。嗯，至少现在原级跟序列是用过的，所以说孙悟空跟战斗双生之间很少有地图能够掐在一起。对，但打战斗双生大可不必，对吧？如果3-3的时候，对啊，也行，对，但是星梦搬了的情况下，飞跃神州嘛，嗯，可以跑。海滨的话就猴子，但海滨的话最好还是如果说猴子用了一辆的情况下，那另一个就开裁决好一些。对对。所以今天打下来打到现在，感觉就是给我们一个词叫做出其不意。再来看一下这边得分的话，得分的话19-15，那这样的话博魂第二分是没问题的。这个出其不意，我觉得出其不意在首先这个选车上，嗯，其次是对于选手们来说他们自身的发挥上。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这几天比赛其实我也想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咱们看全国公开赛还是不能够用联赛或者说亚洲杯的一个思路来看。尤其是其实让我们觉得很分裂的一点是什么，每年的全国公开赛都是在亚洲杯之后打。对，对吧？你想一下，是的，尤其是秋天的这一届，春天那一届的话是刚过完年，是啊，咱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比赛了，然后咱们看一个全国车队赛，叫全国公开赛，觉得很新鲜很好啊，咱们找一下状态。但是在每次亚洲杯之后再打这个，咱们就会觉得好像成绩确实是对他们没有办法太高的进行要求，是没有办法指望每一局跑出来的都在国服可能1-2秒之内，这个事儿有点难做到，很难。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既然不能够保证每一局的成绩都是那么好那么快，那就一定要打出一些新鲜的花样来。但今天啊，哇，这一场对局这个密3连冲，嗯，发挥很好。那接下来看到这个淡泊选图，就是说如果在六耳哥这样的发挥情况下还会上到难图吗？得上难图，找到手感了，我觉得。哎，刚说完就上到了空港。但是空港的话，密这边没有使用到坑丁赛格，这和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他有可能省一个坑丁赛格去打其他的赛道。留。是的，可能想打莫高窟。这个真的就是车队赛的选手们的一个比较不好的思路，我觉得，嗯，没有必要留。留车。对，真没有必要留。想要再省一些。你说觉得不好，其实我觉得没错，没毛病。对，因为前两天也出现了那种留比赛留没了的那种例子，全是。但是我觉得在优势的时候留车其实也是一种很稳健的想法。但留科尼赛格打科尼赛格的情况下容易被反打。哎，也是。是这个车其实起步不稳。哎，淡泊两个人走了同一边，但是 ECU 释放的先后有顺序。目前的话是淡泊的六耳在进行领先，感觉找到一些状态了。跳起来给不到，是现在的话是形成一个坑领跑，九目前来看的话离第一次有点远。对于六耳来说，这张图等于回家了，你知道吗？你说那种手感，对啊，那种状态，对，我觉得空港是最能唤醒他在联赛当中的手感。你先等会儿，六耳有点被重追上了，六耳该复位了一下，嗯，出门看了一眼，然后密这边也逐渐被九追上，现在的话队友之间离的都是比较近的，没错。是，但对于这个距离来说啊，不怎么样。对，就是我觉得对于六耳来讲，他也要转换思路，因为打了这么多年联赛，他还是想着就是我一定要把后边的小分拿到，哎，我多赢小分。但是小分在这场比赛里边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用，他只能决定一局胜利。是啊，对，所以说他领先的时候他一定要稳，就稳着跑就好了呀。对，不需要说跑得多快，不用极限。哎呦，这里的路线是非常完美的。侧身有分吗？没分，没分。但是重突然之间跟他拉开了，问题不大。刚才应该是掉了，问题不大。而且能看到九是越来越厚了，这个差距有点大呀。哎，2-6，双领跑冲线。哎，蜜这里还走下侧。得就是得选空港给六耳哥找找这种
比赛的状态，我觉得对，把他的这种手感给刺激出来。因为什么？就其实我也有跟他稍微聊过他这个状态的问题，他自己其实也很纳闷，对吧？因为能理解他的这一点，就是他可能这几天找不到这个比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哎，是，真的是很正常的，所以得想办法把他的这个感觉给找回来。空港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图，我觉得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嘛，迷茫，迷茫。但是在空港这个图当中，还是很好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的。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吧。但对于他们来讲的话，现在依然是被动的，因为在打平的情况下，选图是给到对面的，是选图全在对面手里。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冷静下来想一下，科尼塞格不算优势，因为他们少了一辆序列未来，是呀，就是博魂。博魂现在是有科尼塞格，但是少序列未来，所以你这样说打那种图的话，很有可能就直接帮着淡泊把多的序列未来打出来了。而且对于博魂来说，他们的战术核心我觉得大概率是在密神身上的，就以状态来说这么来看的话，看对对吧，所以说九省下的这辆科尼塞格我觉得直接不要理了，有可能。哎，不是九九开的吕布风险吗？所以说没必要。那接下来看到博魂会选到一个怎样的地图呢？就类似于刚刚的雾山风影，我觉得选的就很妙啊，就类似于这种，看能不能再掏出一两张图出来。就是我确实是用了一个常规赛车，但是我另一手不常规，对，而且是超过了你很多版本，而且有优势，优势很大，对。但是通常来讲能造成这种差异的其实无非是 T 车和 A 车之间，是。那现在 T 车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其实所剩无几了，还有孙悟空，原机已经用完了，对，只剩孙悟空能打。就是想怎么说，我先拿一辆序列未来，再拿一辆孙悟空，这样的搭配。不用啊，可以比如说海滨孙悟空加个裁决，裁决加裁决的话容错也会更高一些，也行。如果说练了的话，对对吧，网吧，网吧，打通车，打通车都是带到了新皇，但是这个宠物不太一样。耳子哥不给自己留容错率啊！女娲有前面小喷的加成，但是起步的集气，第一个氮气放完之后，第二个弯快出之后要再卡一下气的。来看一下这一局。在打平的情况下呀，这一局又是一个通车了。看一下起步双侧，那目前的话是淡泊的重在进行领先六儿，稍微路线有点点不是很好，又再一次落到了第四。这边过弯之后密稍微卡了一下重，两个人在发生对抗。看一下这边过弯，小喷还在吗？还在，卡住内线，不要让众有机会去钻内线啊！跳过来，哎，这被动提前触发了，延续不上了。这样的话，众轻松反超。是的，看一下这边过弯还稍微被卡了一下，哎呀，好伤啊！是九卡的，他自己失误的。对，应该是自己上墙了，然后影响了一下后面九。对，刚说完，然后九这里也被六耳哥给挤下去了。对抗了一下。那这一波下来就是一个大反转啊！目前是淡泊在进行双领跑，图还是太基础了。对，就这种基础赛道的话，对于他们这些选手来讲，好稳，很稳。对，这边氮气延续下来之后呢，能看到就四名选手已经是拉开很大差距了。那众也是顺利冲线，淡泊双领跑冲线，现在主动权回到了淡泊手里。其实从班图上也能看得出来，博魂搬的是难度，对，但是淡泊搬的是系统，是，对，所以说这淡泊这边作为两位，可以说是两位，两位老将，或者两位拥有着非常多的经验的选手，他们其实比这些选手可能不是说我到底比你们厉害多少，
而是真的，我就在赛场上，因为这张图我练过可能成千上万次，所以我对它更熟悉，对于地图和对地图的把控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打他们就应该拿新图，新图大家的水平是差不太多的，大家的起步的起跑线是一样的，起跑时间至少是一样的。那新图的话，这样的话让我想起一张图，啥呀？结合了九这名选手叫什么？就航天城啊，然后开个暗虚博主，对吧？可以考虑一下。就怎么说呢，把这个选图的思维方式稍微跟他们靠一下，对，这种选图是可以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接下来这一分很关键了。没错，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淡泊跟博魂3-2的情况，对，雨点啊一分，是的，很关键。可以看一下博魂会不会上到刚刚冰神说的这个极速航天城呢？这个航天城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有点玩笑的意思了，因为真的你开那个暗虚模组，其实这几天看下来没有什么好结果，就是你哪怕真选了航天城你也不能开暗虚，真不要开。但是以他们的思路来讲的话是有可能选的，不我现在他们不会有这种思路的，他们只要知道比分是多少，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思路的。对，也不能有。现在可以从，就是得从机甲上做文章，因为同车图的话，简单图的同车图最明显的就是海兵，哎，对吧？但是海兵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孙悟空可以拿出来的。对，而且然后困难图的话，美洲，苏格兰长班，苏格兰班掉了，西部长城。但这些都是比较偏困难的图啊，所以可能这个选图的思路还是得从简单图上去找，或者不考虑那些了啊。就现在既然团队有着一些倾向性，或者有一些侧重点，就考虑密想跑什么图，对，他手里剩什么车，这些车能跑什么图，看一下密擅长啊。因为这很明显能看得出来，通过一张极速空港把众和六儿两个人完全是给激活了。对啊，但是这个赛制其实两个得分都要看的，对，以密为中心的情况下你必须得考虑九，一定得考虑的。九其实也就那一张，就是第二张图那个天鹅堡，稍微差距拉的有点大。对，第二张图当中这么说的话是，那就是看地图池里面有没有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思路一样选出来，以密为中心，然后稍微考虑一下九，对，选一张性价比最高的。九现在就只能拿好车，对吧？就对于密来讲的话，如果是拿一辆正常的 A 车的话，那对于九来讲就可能拿一个好车。哎，你看，就是一个兰博基尼加一个孙悟空，但是对于淡泊来讲的话，不想跟你再玩了。是的，直接上到了这个两辆孙悟空的密。这绝对是以蜜为中心选的图，对，对。但是蜜选到了兰博基尼，蜜之前就拿兰博基尼跑这张图。他昨天其实 solo 赛里面有看到他孙悟空的呀，而且两个对方特别的猛，可以看得出来这张图绝对是他练的很多的。是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没有想到就是淡泊会上到两辆孙悟空？这是以很大可能。那现在看到压力是给到了蜜呀。给到了博魂，没错。开局起步，现在六耳在前边，现在三辆孙悟空在前面领跑。看一下蜜在进行后追，刚说完之后直接反超了，能看到就是蜜对于这张图的理解。后来有没有人断空飘？看一下，飘了，飘了，是的，也没有出现失误。但前面蜜哪儿去了？蜜应该是复位了。对，你这么说的话呢，就只能是复位了。那这样淡泊双领跑啊，而且两个人的节奏感觉都还挺好的。是的，
对于众来说，对，其实这个失误是好事情，可以拉开一点距离，给到更多的这种容错空间。对，跟车要稍微放慢点节奏，对，不能让队友进行这个对抗。那这样的话，六耳第二圈还要不要动目标？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可以求稳了，他们是双人跑，我觉得可以稳一些了，还是要飘的，就是要飘，很极限。后面重跟命两个人 PCU 都反了，但是命是因为被重影响到的。但即使是如此，最后还是得恭喜淡泊。在左下角的小窗口里边，能够看到非常戏剧化的一幕。是的，嗯，重的那个 ECU 反向完之后，把蜜给撞到了，冲了，把他冲了。对，蜜当时想不到，这种只有在怎么说呢，就是比较高水平的选手去到低水平的段位里，才能出现这种事情。玩一下，皮一下，稍微被带一下。对，但是在比赛里边，就绝对不会有人故意这么做。这是第一圈的断空飘。是的，能看到，其实前期一直都是蜜在进行。那如果是第二圈，他如果是第一圈的话，就说明蜜已经是在起飘的时候就复位了。对，然后第二圈是重起飘完之后复位。对，而且应该是复位在上面的。嗯，然后再踩那个星星再下去，再飞，然后再反向 ECU。